那只看你们自己有没有能力拿出来，把我教的东西拿出来用。啊，我们刚好像一盘散沙，拿球就乱带一样，一点组织进攻都没有。啊，对不对？打起精神一点，依然后面要帮忙多喊声，背进就背进，那又怎样？他可以进你两颗，你就会进他两颗啊，对不对？比赛就是这样啊，有来有往嘛。身体强度，你在一个正常的规则里面被保护，有裁判在保护你，所以就放开来踢。你被踢到了，裁判会吹犯规，他没有吹，我会去帮你 argue， 好不好？可以吗？这些事情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可以帮你们做得到。可是你们只要帮我做到一件事，就是上场放心、开开心心的踢足球，就这样而已。有问题吗？来起来，喊声喊声，去吞口水。好，水水水，喝水喝水。先发了七个，出来，去球场那边。小浩，加油，上来，可以了。冷静一点，你有很多机会。继续，加油 ！Go go go！ 加油加油！动起来，动起来！那个绿神跟凯乐换一下好了，注意一下两边那个，你要注那个绿神，你们要注意一下两边很容易被掉对边，你有发现吗？那边路都会漏人，所以先后你跟绿神啊，两个人不要缩太里面，他们会留在边线。要看一下，看球看人，可以两个，如果做两个人的传了之后往前跑，你要出来，之后先后跟绿神要缩进来。拉开拉边，海鲜，海鲜，太晚了，再来，海杰，你要回防，谁失误了？再来，海杰，谁失误了？谁失误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帮忙做什么事情？好，够，让我看到，让我看到，磊明去前面，海杰收到回防。海杰出来，好球，海杰再来，球拨长一点，再来，海杰好球，放，球拨长一点，后面有鬼啊！来，早一点，早一点，早一点，守门也可以，守门也可以，伊恩，好球，没关系，伊恩。那个帮忙接一下球，轩浩叫一下他，再来再来。不要乱出脚 ，Go Go 雷明，跟跟海杰跟了。勇敢一点，一对一可以啊，对啊。短的，我要短的，把我们会做的事情拿出来做就好了。一脚的也可以啊，一脚的，对啊，前面一点，十八码里面也可以啊。一脚，好球，直线，还中间。够够，好球，交叉交叉交叉，雷明那个穿越球要跑，绿城有看到 ，slowing 啊，雷凯乐丢，绿城进去里面，前后跟绿城要补哦，补位，对，第一排上去，海杰，凯乐，前后往那边清掉就好了，对。没关系，防守再来，把防守先把防守做好，你气势就会起来啦，对不对？防守先做好，先把防守做好。嗯。危险！立成，要看一下球路在哪里。有时候不用挡就出界就好了。
好球，立成！好，立成，好球！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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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球！好球，凯尔！再来了，好球，对。好，很好，身体拿出来，气势有，再来。Go go go， 要不 ？Go， 绿城，找机会。还有凯尔，左。不要上来，干球。海杰先把球拿好，一堆也可以。你的。海杰。谁的立成？黄立成，黄立成，好球，球，好球，再来，拉开，拉开，立成，立成，没关系，冷静一点，刚才那边就要换边了，要换边了，早一点。欸，后面你下面也帮忙喊啊，对不对？那气势也帮忙喊了，对不对？有机会也帮忙喊一下。对，他们在上面比赛，你们在下面的人，你们有一些功用和作用是吧？对啊，帮忙喊啊，对啊，要有点气氛，对不对？注意中间。还要再一次，甲跑多一点，你要看他的位置啊。可以，海杰很好，再来，再来海杰，好球 ，go go go， 直线可以上，好球。直线呢、啊？开 ，Go！ 角球，角球，角球，凯乐，一只手的，海杰，一只手的，一杆二杆，注意一下，一杆二杆，雷鸣一杆，对一杆呐、啊，球放好。没关系，立场先拖延。一二三，妹妹，一二女的，大脚，先到，漏人了，对，先到，先对，真是往前乱踢呀、啊！依安，大家都还没准备好，为什么要踢？有人在前面吗？第一点 ，Go Go Go，Go Go， 再 go, 见。用击，要拖延，对，帮忙，帮他也可以啊。咻，再来，再来，右脚，右脚。绿彩要补一下。Go go go， 拉边。还有第一点，早点分，早点分，早点分，再来再来压迫。好球。那个。换了。裁判。裁判。靖凯来，靖凯，靖凯，等下换立，靖凯，靖凯，立成，立成。黄立成，快！哼，真的，林翔，对啊，休息先，休息，休息换海杰，海杰快点，小跑步，休息一下，喝个水，等下上去哦。再冷静一点，那个分球，你每次都会这样子，你都会变成这样子。急停的时候，扯下去的时候，这一步又顿，你都没有顿住，就软脚，你会发现吗？
之后再来，你在左边拿到球的时候，往左边带，你会一直往边线带，就没有角度了。你就拿过来看，先看一下中间，知道吗？或是第一步就往中间切，往中间切你才能选左右两边，知道吗？我一看我在边路，我在右边，右左边边路拿到球，用左脚拿的时候，我就往里面切，这时候我才能选我要分直线还是分斜线，知道吗？去。没关系，再来再来。第一点，先要够背向背向。啊，明太差了。家里。八十来，八十来哦。Go go！ 好，球进来，别乱踢，早一点，早一点，把球分好。不行。球。全起你的。哎，时间有限啊！哎，压迫要压迫。林翔，齐恩，雷明，雷明跟那个先号来。你帮我打两个打前面 ，Go， 上去，千万不用下来，可以多一个，下来，那你下来，下来，下来休息，不用，下来，开始吧。一层来。三九，不要上去喽。阿斌，合作合作，你在休息。换进来。到我了。有了。李正，来。林翔啊，林翔上来了。妈妈来。两分吗？不得了，不得了。进来，加进来，来，林翔在前面，林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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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来。哎，哥，你在修？
三十九，三十。边路可以给就好，边路可以给。两个人的配合，跟跟跟，还有还有。雷明换凯乐，最后海杰换那个。对，OK，OK。雷明换凯乐去打中场，最后海杰换那个，对，海杰换林翔。没关系，就学学看。快点。凯乐来，凯乐，凯乐，王林翔，快，赶快去中指罚球，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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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球，海杰留前面角。来，王总，王旭，站起来。来，你要进球啊？怎样啊？几比几？那么进一颗还是进一颗怎样？国庆日啊！先休息啊！不要这么做。哎，拿球啊！一颗就赢了吗？我们被进四颗哎、欸！要看一下球，要帮忙拿球啊！对啊，海杰，看那个拿球吧！你们这样跑回来，还这样浪费那个时间。进球很开心，我知道啊，可是我们要什么为主？多关节。没有。Go go go！ 我一开始以为有。哎，一人出来。对。理想换齐恩，我们没说，我们没说。是在右边吗？对，右边。嗯，没错。哎，低点。喂。起来，一二，再一二。
一阿，你被挡住了，要去找一下洞在哪里。球要传啊！球要传啊！球要传啊！那你被扒，你被扒回去了啊？足球不是公平哦！啊，凭什么他们可以扒你，不能扒他？那是你太软，还是你太弱，还是你们太都市了？教练，我小时候在踢球也不会像你这样，他要跟我撞我就跟他撞，他要跟我吵架我就跟他吵架。球场上谁，球场上没有谁是老大，我就是老大。他撞你不撞去吗？裁判要讲什么、啊？裁判吹犯规那就没事啊。裁判没有吹，那就代表这个东西是可以的，对吧？我有讲错吗？我讲过任何一句话吗？我也是踢球的、啊。对，大家裁判这个东西不会去吹，推这个东西不会去吹，那你们不会去做这个东西吗？对不对？那今天裁判尺度抓很严。那你 是就要去收护你的自己的身体的强度。那今天裁判的尺度很宽的话，你 是就可以多一点身体的强度。那为什么你撞不赢他？因为你太小只啊，对不对？那凭什么？人家可你用的力道可能也是人家用的力道啊，只是因为你太小只，所以你撞不赢他、啊。人家可能根本连出力都没有出力啊。叫你们多吃饭不吃啊？早点睡不早点睡？人这么矮。走。对吧？对。有看到吗？我们连第一步都过不了，我们可以突破。去吧。比赛，加油！谢谢，谢谢教练。好，就。比赛，加油！谢谢，谢谢同学。加油！东西来了，裁判，裁判，对。加油！